小东，青姨，你在找宋小东吗？告诉我，小东到底在哪儿？你把他藏哪儿了？如果我能找到他，或许还能帮你。我会去找小东谈，所有的一切我来扛就好了。为什么你可以为他做到这一步？你们才认识不到一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让小东安全的回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让他永远消失。不要再错下去了，告诉我小东到底在哪儿。如果他回来了，或许还有机会可以弥补。他就是一个小偷，他偷走了我的一切。你真的知道他是谁吗？他用了我的脸，用了我的身份，偷走了你，不会放过他的。钱姨，小东呢？又见面了啊，胡老板。为了我们家小东，你也算是煞费苦心了啊。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绑了？我来换小东，这样你不愁开不出你要的价格。我要带走的是你，警察早就找上我了。我带走我女儿，所以你不敢报警。毕竟不值得你拿你的名声地位去冒险。我已经答应你的要求了，为什么你没有回应？你们家罗大小姐也算是我的合伙人了，是她希望小东消失，我不想跟她撕得太难看。但是霍总，你要是价钱给的合适，改条件不是不可以，但你要记着，下次别再空手来。你别以为我不敢对小东下手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